1976年，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年。这一年，我们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，失去了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委员长。我们的悲痛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还不到一个月，万恶的四人帮又乘机向党发起了空前猖狂的进攻，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。霎时间，妖雾弥漫，乌云压城。毛主席缔造的新中国啊，面临着内乱外患，血雨腥风。你的前途是光明还是黑暗？8亿人民忧心忡忡。一声霹雳震长空，华主席继承毛主席遗志，发出号令，粉碎四人帮。8亿神州奋起响应，像火山爆发，万钧雷霆。愤怒声讨四人帮，横扫一切害人虫。一场历史性的大决战，无产阶级已经获胜。我们仰望天安门，欢呼华主席果断英明。力挽狂澜的华主席，全国人民向您致敬。英明的统帅华主席，三军战士向您致敬。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。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。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文工团联合演出10月的胜利。全国军民痛斥四人帮，齐声怒吼：打倒！打倒！打倒！
蒙的海洋，战士心潮激荡，花烛夕掌掴在芳心，惊涛骇浪无阻挡，无阻挡。花烛夕，山岗的领袖和族人民不屈精勇，花烛夕，全军的统帅朝阳，战士豪气奔放，花烛夕登上天安门，巍然挺立在国威上。女声独唱，最紧密的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。祖国坚强不息。
女生二重唱，翻身农奴爱戴华主席。琴独奏，洪小兵热爱华主席。
男中音独唱，水调歌头，粉碎四人帮。还有今生白骨子比昨天无后，铁肘扫耳光，穿裆多穿这一阵梦荒凉。海红太阳，破海红太阳，结拜人世眷结，一直继承果断，功绩和辉煌。合唱，太阳最红，毛主席最亲。
每当我唱起《东方红》，每当我唱。是我们的大救星，人民的幸福您带来，您的恩情比海深，想起您我们热泪滚滚，想起您我们满怀信心，一定继承您的意志，永远跟党向前进，永远跟党向前进，向前进。您像太阳暖人心，您是我们的带路人，革命的路线您指定，的功绩长不尽，想起您我们一直坚定，想起您我们浑身是劲，沿着您的革命路线，万里征途永不停，万里征途永不停，永不停。每当我唱起东方红，女声独唱，歌唱敬爱的周总理。
独唱，歌唱朱德伟园长。歌声朱德伟园长，南昌聚义旗率兵上京岗，跟着毛委员南征北战打胜仗，南征北战打胜仗。歌声动地三江响，唱一唱朱德伟园长，红心爱人民是担重于党，奋斗几十年见识祖国先力量，建设祖国先力量。歌声动地五湖响，唱一唱朱德伟园长，公司青天高，德似日月亮，忠于毛主席，继续革命有方向，继续革命有方向。歌声动地九州响，无限怀念朱德伟园长，继承革命之狠批四人帮，跟着华主席乘风破浪向前方，跟着华主席乘风破浪向前方。女声独唱，蝶恋花，打李淑一。
金匾。
男声二重唱，四人帮都是坏东西。四人帮都是坏东西，梦想做团党做全高福利。我喊毛主席，陷害周总理，妄图大道一大偏高阴谋诡计，这帮坏东西。我要当主席，我要当主理，委员长总书记，是咱们哥俩的。四人帮坏东西，革命人民不饶你，四美装破花皮，把你们这些妖魔鬼怪劈山劈头都捞到头，清除你们这堆臭垃圾。四人帮都是坏东西，垃圾大气做不起，蓝天之功为自己，敲着大板照耀装天飞心心机，这帮坏东西。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发动的，杨八儿戏是我们发明创造的。嘿，四人帮坏东西，革命人民不饶你，四伪装破花皮，把你们这些妖魔鬼怪劈山劈头刀刀刀头，清除你们这堆臭垃圾。四人帮都是坏东西，刷尽了我国扬名的鬼把戏，中央内外怒言北京，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罪大恶极，这帮坏东西。做帽子我有好手艺，钢铁公司我是总经理，我看着谁要是不合我的意，大帽子就扣给你。呸，四人帮坏东西，革命人民不饶你，四伪装破花皮，把你们这些妖魔鬼怪劈身劈头刀刀刀头，清除你们这堆臭垃圾，清除臭垃圾。相声帽子工厂。最近有家工厂的货卖不出去了。怎么工厂的货还要卖不出去的？没人要啊。什么产品呢？帽子。哎，我要，我正好没帽子。那帽子可大。哎，这个帽子大一点啊，它戴着痛快，分量重啊，那戴着多暖和呀，你戴上受不了。戴帽子有什么受不了的呀？我受得了。戴上可就摘不下来了。什么帽子呀？反革命帽子。受得了。我说哪个工厂卖这种帽子呀？就是四人帮开设的那个帽子工厂啊。哦，就是反党集团王张江姚那个买卖。对，那个王股东亲自坐镇。哦，张军师周密设计。嗯，姚掌柜广泛宣传，江老板四处推销。嚯，江老板，江青，老妖精，就是他。这个江老板呢，为了这个帽子工厂是绞尽脑汁精心制作啊。哦，花样翻新，名目繁多，古今中外一概俱全。哎，都有什么帽子呢？孔老二货底子那破帽子啊，他们给加工了。哦，王明库存的旧帽子啊，
他们盘点了。哦，刘少奇留下那批老帽子，他们垄断了。哎，林彪那批新帽子，他们接管了。嘿，又进口了一批苏修的外国帽子。嗯，还有一批马拿巴的帽子。还有啊，不，巴拿马的帽子。啊，不，马拿巴。怎么叫马拿巴呢？戴上这种帽子，马上把你植物扒下来。嚯！这帽子够厉害啊，也分大中小三号。哦，还分号了，他给不同的人扣不同的帽子嘛。哎，这个大号帽子都有什么呀？什么叛徒、特务、大军阀、反党分子、野心家、走资派、投降派、修正主义、大恶霸。中号呢？黑线人物不革命，黑秀才、黑手、黑帮凶，经验主义、民主派、中庸之道、变色龙。这中号的也够尺寸呐、啊。哎，那小号的就小点吧。小号的呀，啊，有绊脚石、嗯、墙头草、老好人、小秀苗、造谣公司、传话筒、逆流斜风、小爬虫。这帽子都够分量。你说你戴几号的合适啊？我都戴不起。来顶处理的吧。那行，不要，处理的也不要。他们要想给你戴呀、啊，不要也不行，不管合适不合适，非戴不可呀。哎，那怎么就戴不上啊？哎，有的人呢，啊，粗腿抱得紧，嗯，报告打得勤，谎话说得多，马屁拍得响。就戴不上他们的帽子了。嗯，得会拍马屁啊。哎，比方说吧，他们要说煤球是白的。什么？煤球是白的啊？这叫胡说八道，颠倒黑白啊。这个煤球有啊？就你这质问的态度啊，就得给你戴个小号的。哎哎，不，这煤球有你得顺着他们说呀。哦，我得顺着说啊。煤球啊，嗯，这个煤球跟那个元宵一个模样。那皮球可是放的。是，凡是球都见棱见角。外国的月亮、啊、我看比中国的月亮亮。对，一个地方一个月亮。你们听听他说的是多么的准确呀。我亏心不亏心呢？他们要说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，我应该加以赞扬，表示欣赏。哎，这样你就戴不上他们的帽子了。是啊，我成贱骨头了。只要你说出来他们要说的话啊，做出来他们要做的事，尽管你做过一个曲子，演过一出戏，跳过一个舞，交过一张答卷，说过一句吹捧他们的话，怎么样就能够一步登天，直上青云？哦，住上那小高楼，嗯，吃上小灶饭，嚯，坐上小汽车，嗯，我就成了小螃蟹了。哎，那我要听他们指挥，给他们办事，那个江老板能介绍你入党。我一句话的事儿啊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爷爷是老托派。没有，我爸爸是叛徒。不算，我这历史也清白，我考试都答不上来。真有反潮流的精神。您可
真是一位棋手。嗯，你可以当个副部长。谢谢妈。纯粹是拉山头搞宗派啊，他们搞的呀，就是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啊。我们应该坚决向他们做斗争。做斗争？对，凡是妨碍他们篡权，反对他们作恶，不听他们的话，不服他们的管，不随他们的心意，看着不顺眼的，就全是帽子工厂的推销对象。他们帽子再多也戴不到我头上来，要想给你戴啊，你就跑不了。我是一直跟随毛主席他老人家，南征北战几十年，我是坚决听毛主席的话。你呀、啊、就是民主革命派，也就是党内走资派。这大帽子就飞起来了啊。哦，我是新干部，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。我不是领导，混进群众队伍里的坏人呢。调查研究了，攻击领导，我谩骂首长。我不说话，暗中盘算，闭上眼睛，怀恨在心。掏什么凶器呢？我没掏凶器。怎么着都不行啊，全给你扣上了吧。这完全是捏造。就是捏造啊，这个江老板呢、啊、为了篡党夺权当女皇，竟敢给我们敬爱的华主席周总理捏造罪名，扣帽子，企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。有我们这些革命老前辈在，他们就不能够实现野心。凡是毛主席提倡的，这个江青就想方设法的扣上帽子。毛主席说工业学大庆，江青说大庆两论起家是假的，不符合事实。毛主席说农业学大寨，江青说大寨政治上落后，骄傲自满。毛主席说全国学人民解放军，江青说就要整整部队。这完全对抗毛主席的指示。这个江老板呢、啊、是到处扇阴风点鬼火啊、哦、走到哪儿扣到哪儿，那帽子满天飞。哎呀，他到工厂去啊，破坏抓革命促生产，弄得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。哎，比如说呀，啊，我这儿就是工厂。哦，我看看这个江老板他究竟是怎么表演的呢。好，我听听你们这里的情况。我们是以大庆为榜样，坚持抓革命促生产，顺利地完成上半年生产指标。因循守旧，墨守成规，修大局，满足现状。哦，这就四顶中号的啊。我们学习了鞍钢宪法，建立了合理的规章制度。那是关卡呀呀。我们很关心群众生活，又搞物质刺激啊，不，这是工人自觉执行纪律，奴隶主义。他们是为革命钻研技术，走白砖道路，所以加快了生产速度。我们宁可要无产阶级的低速度，也不要资产阶级的高速度。合着怎么都不好啊。告诉你，工人同志们为了大干社会主义，已经提前完成国家计划。好，哎呀，他可说个好字。好一个没生产理论。火，这帽子越来越大呀。这个江老板到部队去啊，是公开的给部队老首长扣帽子呀。哎，比如说呀，嗯，我这是部队，他又是怎么表演的呢？我代表我个人，给你们部队送来了学习材料。这是背着中央另搞一套。我非常关心你们部队。哦，我今天到这儿来怎么关心？就是给你们放一把火啊。放火来了？放火烧荒，烧一烧你们部队的老同志。不，我们应该向老同志学习，他们都有丰富的革命经验。那是经验主义，
他们都打过仗立过功，吃老本儿啊，他们始终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子劲。你们可要警惕带着红五星的走资派。这大帽子又飞起来了，你们要揪不出来呀、啊我帮你们揪。不用揪，我们这个部门没有走私派，阶级斗争熄灭论，我们这儿是个班，只有走私兵。走私兵什么帽子都有啊。结合我的指示，你们要认真阅读我送给你们的学习材料、深刻领会精神实质，哪列著作吕后正传，叫部队看这个书啊，这是儒法斗争的必修课呀。我们不知道吕后这个人。吕后、吕后、吕后不就是宋朝那个慈禧太后吗？他把慈禧太后搬到宋朝去了。你呀、不学无术啊，这帽子给我扣上了。他怎么净研究这玩意儿啊？江青反党乱军呢、就是梦想当女皇。是毛主席早就察觉江青有野心，对，几次警告他，他不但不听，反而变本加厉疯狂对抗。他到农村去啊，暴露的就更加明显了。哎，江青到了农村又是怎么表演的呢？我到你们这儿是来劳动的。他这模样像劳动的吗？我和贫下中农一样吗？一点不一样。劳动啊，好，给你把铁锹，挖个菜窖。照相的啊，给你，干完了，照完了。哦，就为了照相？哎，把这个啊送博物馆去吗？你干什么了你？这个记者怎么了？影响我劳动，给记者也扣上帽子了。劳动，嗯，是我的第一需要。呦，说的多好听啊！你们这里的领导班子还不错嘛？啊，行。这回没扣帽子，就是有严重的大男子主义，还是扣上了。一把手换个女的干干嘛？为什么呀？不要男尊女卑哦，女的也可以当皇帝嘛。哦，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，野心暴露出来了，你们都知道吧？嗯，吕后就是个女皇帝。吕后是妇女的典范，我学习的榜样，我就是红色的吕后，布尔什维克的吕后，20世纪70年代的Miss吕。江青这是一枕黄粱，痴心妄想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果断，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，消除四害，人心大快。这个江青是连哭带闹。哦，哎呀，你们这是迫害革命旗手，还拿大帽子吓人呢！天哪，完了吧！天哪！哦，我的武则天哪！还想当女皇呢？江青是连蹦带跳，啪一下子，什么呀？那假头套甩出去了。得，这份难看呢。怎么呢？跟林彪一模样。哎，帽子，帽子，还找帽子呢？哎，我们给他戴了一顶帽子，不大不小，整合适。什么帽子？资产阶级野心家。好。在这欢庆胜利的凯歌声中，展望未来的战斗里程，
我们面前的任务艰巨而又光荣，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还会有困难种种，但是我们信心百倍，意志坚定，因为有马列主义指航程，有英明领袖华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，率领我们继续长征。红旗飞扬，振作嘹亮，毛泽东思想光华万丈，华主席率领我们继续长征，亿万人民一起奋发斗志昂扬，啊，人民的理想，啊，亲爱的华主席，在五年半会